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，在这里希望每一位青少年要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一定要有一种担当，一种责任啊！什么担当，什么责任？一定是，我想想，我想想啊，只有十秒，不不不，剪掉，那个 KO。希望每一位青年朋友都有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加油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！